新台国际网络报业有限公司简介。新台国际成立于1994年，创立初始以报道新闻为主要业务，报道以财经、政治、地方新闻为三大核心。我们秉持社会正义原则，坚持公司独立运作，持中间立场，报道对社会有深度帮助的内容，并出版节日报供民众免费索取。1105年5月，应应网络潮流兴盛，本公司正式设立新闻网站新台湾全国网络电子报，将深度报道内容上线，创造读者阅读的无限空间，同时也让富含社会正义的资讯能广为流传。新台国际深耕新闻富含深度采访与报道能量，于1106年正式将触角发展至多媒体版图，积极转型影音网站，并以自制戏剧、专辑企划制作、公司行号形象简介为三大发展业务，期待透过深入检出并富含创意的手法，呈现相关影像作品。自媒体当道，百花齐放的时代，我们深信过去报道累积的能量，将成为未来电子报及影音播报相关创作的最大泉源。